来吧，过来，来，来了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快进来！今天要开箱啦，这个是厂商递给我的，到那边的厂商，看一下吧。这一次开始，耶！哦吼，这个是他的，他还给我这个，他还给我这个测试啊！既然是人家赠送给我的，就不宜再赠送给他了，除非是我跟他买的哦。哦，这是钓线，一整排的钓钩、鱼钩。成对的要帮我绑好，到时候来测试一下，那个手杆的那个环，哇，这个也是一样，是钩子更大一点，大一点的钩子。这是雄霸天下，这一把杆子450/15尺啊，4H 算是硬杆喽，哇塞！这一把还有合格证书，真是不错。OK， 看一下，这是它的头，这个漆的颜色还不错。一节，两节，三节，四节，五节而已耶，五节的杆子，哎呦，这一把很轻哦，重心。重心大概不多，重心差不多在这里，在这个节这里，在这个节这里，这个位置，具有中国风的应该。好啦，到时候就再麻烦他，我来测试一下吧。我这属于硬杆哦。钓战斗石，不错的杆子，好吧，拭目以待吧，为了不辜负他，我会去钓溪流跟池，准备实测。钓那个位置，我们在钓溪哥，这个环境应该不错。建筑一样，我们需要什么法？
太大了，采用货币店。脱逃了的，飞鱼
适合他的，我也给他回家好了，出发吧。回家吧，去帮他们搬家了。
今天测试这一把就到此结束了。OK， 还不错。不过今天风大一点，可能比较困难一点。好了，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